7月30日，中国有嘻哈的人气选手万磁王 PG1 现身首都机场。当天 PG1 身穿宽大白 T 和灰色短裤，带着大金链子，全副武装，嘻哈风十足。参加节目不过数周就强势吸粉的 PG1 遭众多粉丝围堵，人气爆棚。他也十分耐心地给粉丝一一签名，非常友好。